他也一样，他今天我同一个办公室，对啊，我二十几年，所以他会来，对不对？因为二十几年，大家都知道我的姓名了，他能够来，大概谢谢博士对我的肯定，对，所以他会来，谢谢啊，谢谢大家，健康平安喜乐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